因新冠疫情影响，暌违三年的台流国际帆船赛于基隆碧沙渔港登场，许多国际帆船好手齐聚一堂。今年共有来自16个国家350名选手参与，创下历史新高纪录。现场还有基隆餐车市集，让民众观赛的同时也能享受基隆在地美食。我们今年的台流国际帆船赛，因为很难得有这么多的帆船来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民众一起来同欢参与。所以除了我们码头的这个帆船赛观赛之外呢，我们也有安排这个餐车市集，希望能够结合帆船跟这个民众一起来这个游艇港来同欢观赛，然后吃美食，那也带动这个城市的观光。我们在基隆碧沙渔港办台流国际帆船比赛。我们今天集结了很多基隆市餐车协会，我们有很多摊贩会来这边摆摊。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欢迎来这边吃吃美食，看看帆船比赛哦。公民记者蔡念成基隆采访报道。